This <laughs> not really meant for five big dudes in the back. <laughs> um, all right, so um, I should mention that the uh, the, the battery pack uh, is made by Panasonic. Yeah, so we have a big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Panasonic. Yeah, so, all, all, in fact, so all all batteries for worldwide production of the Tesla are yeah. And they're also a shareholder. <laughs> oh man. <laughs> There's a lot of police over there. <laughs> That's crazy. As <la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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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see, it's very quiet. <laughs> <laughs> I mean, we're just driving around the parking lot here. <laughs> <laughs> but now we're out of sight of the police. <la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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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are you ready? Yes. Dewa. Oka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特斯拉这家电动车巨头的股价因交付量未达预期而出现下滑，这可是引爆了市场的热议哦。 根据最新报告，特斯拉第三季度的交付量为四十六万两千八百九十辆，虽然比去年有增长，但却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辆，这让投资者开始担心未来的增长潜力。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特斯拉面临来自中国市场如比亚迪、吉利等的强劲挑战，还有美国市场上 Rivian 等新兴品牌的追赶，而福特和通用汽车这些传统汽车制造商也在全力以赴的推广电动车型。 尽管如此，特斯拉仍然是美国市场上销售电池电动车最多的制造商，但市场压力不容小觑，尤其是马斯克的言行引发的争议，让品牌形象受损。接下来，投资者将密切关注即将到来的财报，特别是利润率的变化，以及马斯克能否如期推出自驾车的承诺。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特斯拉能否继续保持创新和增长，将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斯拉最新的市场表现，以及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的分析基于来自 CNBC 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详细报道了特斯拉在最近一个季度的交付量不及预期这一事件及其对股市的影响。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特斯拉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车辆生产和交付数据。 根据特斯拉的报告，在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度，该公司交付了四十六万两千八百九十辆汽车，生产了四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六辆。尽管看似数量庞大，但这些数据却未能达到分析师们预期的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辆交付量。尽管差距不大，但对于一向被市场寄予厚望的特斯拉来说，任何未达预期的迹象都可能引发投资者的担忧。 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与过去的表现进行比较，去年同期特斯拉的交付量为四十三万五千零五十九辆，生产量为四十三万零四百八十八辆；而上一季度的交付量为四十四万三千九百五十六辆，生产量为四十一万零八百三十一辆。显然，特斯拉的生产和交付总量在逐渐增长，但这种增长的速度相较于以往显得有所放缓。特斯拉的市场挑战不仅限于交付量的微幅下降。 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正在加剧，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特斯拉面临着来自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本土公司的激烈竞争。同时，理想汽车和蔚来也在迅速崛起，成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重要竞争者。在美国，Rivian 等新兴电动汽车公司正在成熟，同时，福特和通用汽车等传统制造商也在加速电动化转型，并推出更多电动汽车产品。 尽管特斯拉在全球市场面临挑战，它仍然保持其在美国市场作为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地位。现代汽车紧随其后，位居第二。不过，特斯拉品牌在美国的声誉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部分原因与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言行有关。马斯克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并在社交媒体平台 s 上发表了一些被视为种族主义仇恨的言论，甚至对移民和选举舞弊进行了无根据的指控。 这些言论可能对特斯拉的品牌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特斯拉在2024年仍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成就。第三季度股价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部分弥补了年初至今的损失。然而，与纳斯达克指数百分之十九的涨幅相比，特斯拉百分之四的上涨幅度仍显得较为乏力。在即将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中，投资者特别关注特斯拉的利润率变化。 特斯拉近年来在中国和美国市场提供了多种吸引人的融资选项和激励措施，以促进销售增长。这些策略是否奏效，将在即将发布的财报中得到检验。此外，特斯拉计划在十月十日举办市场推广活动，预计将展示其专用机器出租车的设计。多年前，马斯克曾承诺推出特斯拉自驾车，但至今尚未实现。而竞争对手如 w a m o 和 Pony AI 已经开始运营商用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 总而言之，特斯拉正面临着内外部的多重挑战，但其在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军地位依然稳固。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在密切关注特斯拉未来的发展，期待这家公司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继续创新和增长。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特斯拉的市场表现和战略调整值得关注。尽管交付量略低于预期，但特斯拉的整体增长趋势依然稳固。 然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特斯拉需要在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上持续发力，以保持其竞争优势。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特斯拉的挑战反映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体动态。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进入市场，电动汽车的普及速度和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特斯拉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将对其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特斯拉的品牌形象和产品创新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特斯拉需要在技术和服务上满足日益挑剔的消费者需求，同时保持其品牌的吸引力，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将持续关注特斯拉及其竞争对手的市场表现以及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请继续关注华尔街股市，获取最新的市场资讯和深度分析。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嗨，大家，电动车市场上的波动不稀奇，特斯拉股价下滑只是短期现象。特斯拉的交付量增长虽然放缓，但仍然是全球电动车市场的领头羊。嘿、hey,，谁能忽视特斯拉那充满科幻感的 Cyber Truck 呢？这可是未来的象征啊！ 更不用说它的能源储存产品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马斯克的市场嗅觉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楚天舒，你还真是特斯拉的忠实粉丝啊！但面对现实吧，市场竞争激烈，特斯拉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中国市场的比亚迪、吉利，还有美国的 Rivian 都在虎视眈眈。马斯克的那些争议言行，真的是给公司形象加分吗？ 说到自驾车，Waymo、Pony AI 可是已经上路了，特斯拉呢？还在画饼充饥吧？哈哈，谢琪琪，我承认市场竞争激烈，但这正是特斯拉的舞台。特斯拉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直走在前列。还记得2012年的 Model S 吗？当时谁能想到电动车能有这样的续航里程和性能？特斯拉的能源储存产品也在稳步推进，有望成为未来的市场标杆。 马斯克的言行虽然有争议，但他确实是个有远见的领导者。楚天舒，你这可是拿二零一二年的故事来说二零二四年的事啊！市场可是不等人的。比亚迪和吉利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远超特斯拉，尤其是在价格上，特斯拉的车子贵的离谱，难怪交付量不达预期。马斯克的远见是有，但他的社交媒体行为却让投资者头疼不已。 哦，oh, 对了，那些所谓的市场推广活动，能不能先解决自驾车的技术问题再说？谢琪琪，你还真是爱挑刺啊！特斯拉的价格高是因为它的技术领先和品牌价值。交付量略微未达预期，这只是微小差距，整体增长趋势还在。而且特斯拉的全自驾技术正在不断改进，马斯克的承诺也会逐步实现。就像当年柏拉图说的。 伟大的事物不会轻易显现，他们需要时间。楚天舒，你这可是典型的粉丝心态啊！别忘了，市场是残酷的，比亚迪的技术也在飞速进步，价格还更亲民。就算特斯拉有品牌效应，但它不是唯一的选择。投资者需要的是实际的数据和成果，不是马斯克的空头支票。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特斯拉需要拿出真东西来，光靠品牌和情怀可撑不到最后。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里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